糯米粉、小麦蒸面、水磨米粉，这三种粉配整猪肠粉。我买了三种粉调了好多次，才调了成百几次才调到最好吃的猪肠粉。现在我们示范给你看看，大家试一下啦。现在是一盒的蒸面，最大的盒是一盒蒸面一塔。一盒的水磨米粉，最四盒的糯米粉，三盒的清水，一、二、三，最细的两颗，一、二，将个发搅匀佢。搅匀嘅，等15分钟就可以整啦。擦一针油落个盘嗰度，咁又唔怕黐底啦。咁咧就搅一搅个粉。搅匀佢，一盒啦，又煮熟咗噶啦，呢啲要咁先至快熟，有鸡肉同埋啲鸡蛋。听唔听见啊？哇！诶，谷起晒，起晒泡啊！啲情，都夹板分开嘅啫。點解要俾啲糯米粉佢咧？俾啲糯米粉佢咧，佢就軟啦，唔怕硬焗焗啦，一直食咧，好食嘅。我個仔啊，食好多好多碟啊！啲豉油落去就好好食噶啦～